浪大概只有膝盖到臀部左右。那如果你是冲浪初学者，或是还不是很了解涨退潮的时间，那不建议你过来长堤这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完了 ，BBQ 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我丢！首先是看双方人有没有受伤，然后相约一起上岸，看事后板子要如何处理比较好。因为现在是退杆反掌，所以我可以拿着板子慢慢走上岸，防止破掉的部分渗入更多的海水进去。结论就是先把板子拿去修理，双方留下了联络资讯，然后回去拿软板继续冲 ，Go Go！ 暂停。对了。很重要，不管你是冲长板还是短板，最后都要记得收板哦。
停，这道让大家不要学，因为我们是认识的，又都是拿软板，所以我叫他跟我一起下。还没，我们进去来看一下板子。哟，过来秀，这是板子破掉的照片。那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就是修补好了的状况，大概在这一个位置，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最后就是感谢板再生小龙的帮忙。